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花儿编织。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款特别精致的喇叭花的绑针花样。这款花样也是针法极其简单的，它是六针一组花，我们起针就起六的倍数加两针，然后再加两针边针，也就是六的倍数加四针。花样呢是四行一个循环。这款花样用来织男士毛衣、毛背心或者帽子都是可以的。都是重复的针法，基本上。下面为大家示范一下。示范呢，我这里是起了16针两组花，也就是6乘以2加2再加2，总共16针。来看第一行，第一行是反面行，边针我们先织一针下针。下面重复要去编织的部分是一上，然后4针下针。再一上。就重复这个组合循环去织，继续一上四下，再一上，就重复这六针的组合，最后边上剩一下一边针。第二行的织法，边针先织一上。下面重复下去编织的部分是，其实我们就是第二行看到什么针织什么针，也就是看到下针织下针，看到上针织上针，也就是一下四上，一下，就重复这六针的组合，继续一下四上，再一下。最后边上剩一上一边针。第三行，第三行同第一行是一样织的，边针先织一下，重复的部分是一上四下，再一上，重复一上四下。再一上，最后边上剩一下一边针。来看第四行，边针先织一上，下面重复的部分是三针的交叉针，右边的也就是这一针下针，我们交到上面，左边的这两针上针放到下面，三针的交叉针。把右边的这一针交到上面来，交叉过之后，你看这三针全是织下针，这边就是把左边这一针下针交到上面来，右边的两针上针交下面去，同样三针的交叉针，交叉过之后织三下。这样是一组花，继续重复三针的交叉针，右边的一针交上面，左边的两针交下面。交叉过之后，这三针都是织下针。这边是把左边的这一针交上面，右边的两针交下面。最后边上剩一上一边针，这个六针四行的花样就编织完成了，都是重复的针法，这边是正面行，双数行是正面行哈，多织几组呈现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看的一款花样，原来织男士毛衣、毛背心，或者给孩子编织毛衣外套、帽子都是可以的，下面你就始终重复这四行的编织循环去织。今天就到这里，感谢收看，再见。